某天呢，我来到我经常经过的一条路上，斐欧夫人的庄园是我一直很想要来探访的，一间首创能量水晶店。身为水晶控的您，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哦！走进店里就可以感受到舒适放松的感觉，在这边每一款饰品、银饰、手链、项链、耳环、戒指。还有佛牌项链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也是限量生产设计，小资女呢也能轻松入手的轻珠宝。喜欢水晶矿石的你一定知道那种能量，水晶可以疗愈心灵，也可以对自己的生活品质提升。水晶是一种很神秘又特别的，在斐欧夫人的庄园也能够客制化。能够为自己欠缺的能量来定制专属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饰品哦。走进店里看过每一款饰品，真的感觉正在享受水晶的怀抱与洗礼，每一款都好想带回家哦，因为真的都超美的，而且还有水晶口罩链独特的设计，绝对是在外面看不到的哦。我自己呢就买了一款，最特别的是，不当口罩链使用，也可以当做项链来戴哦。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水晶呢？选好几款摆在眼前，然后一眼扫过去，一定会有一款饰品是让您的眼睛觉得它最吸引你的眼球，那就是水晶也选择了您。生活大小事，水晶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哦。想要拥有仪式感吗？赶快到这边逛逛，或者是到粉专加入专属社团，也能看到最新的上架新品，全都是限量独一无二的设计。如果喜欢，千万不要错过喽！每天出门前带上自己喜爱的水晶宝石饰品，心情也会跟着变好。人人都能轻松驾驭的高能量宝石饰品，那种神奇的魔力呢，会真的让你越来越爱水晶哦。有喜欢银饰的您，在庄园里也有不可思议的宝可以让您挖掘，赶快到粉专关注，或是点下面的网址，让我用文章与照片带您一探究竟。